如来。世界不遥远，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夏沙呀，虽见诸法无来去，然为精勤礼宗者，生是护住观音前。三门恒是金顶礼，礼若只愿诸佛陀，修持正法而成就，一了知其心故，于此宣说佛子心，一火下曼达州时，为自他渡轮。
丈夫与轮回语，世间天神能救谁，不知书生无期处，皈依三宝佛子心，佛说难忍何去苦，皆为恶业之果报，是故终于生命难，永不遭罪佛子
悲悯鸳鸯众人迹，一火才如多文字，然见师父无事意，毫无傲慢佛自心，自称心底落微笑，相扶外地翻怎强，无以慈悲自军队，调伏自心佛自心，彩虹水仙美妙然无事，断出贪执佛自心，诸苦如同梦自私，迷仙之时成疲惫，是故遭遇为缘事，是为幻想佛自心。
为观察之错误，一发心向心非法，是故恨是生自己，断除过患佛自心，疑惑坍塌菩萨国，则将毁坏自功德。故与大乘诸师父，不说过是佛自心，为求离扬相护者，释怀文思修士也，故于亲友师诸中，根除贪执佛自心，真知真念见，贪等烦恼出生时，立即铲除佛自心，终止一切为一种，观心处于何状态，相续具足真知念，承办他离佛自心，修诸善根，为除无边众生苦，皆以三轮清净慧，回向菩提佛自心。为利于修菩萨道，一照经虚润典仪，诸生遮掩而转足，三世七从佛自心，所惜此，然以诸多经论故，此佛自心定无谬，而诸佛自广大喜，如我于这难测故，相为不复等诸过，诸生者前期宽恕，以此善愿终有期，一生是说菩提心，等同不住有几遍，大悲护足观自在。
各位大德，阿弥陀佛。学佛就是学慈悲，慈悲的对象就是普度众生。对人来讲，那些还不懂得佛法、不信因果的人，是我们要慈悲的对象。对众生来讲，那些要被杀的这些畜生道，更是我们慈悲的对象。对无形的来讲，鬼道、地狱道，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，更是我们每天要普度的对象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把生命电视台弘扬对每一道众生的这种慈悲，那么推广出去。所以我们要印很多经，我们要办很多法会的活动，我们要建设更多的护生园区，我们希望在台湾最好又多盖几个大蒙山施食道场，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流浪狗安置中心，也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生协医院、生协安养院、孤儿院、未婚妈妈班，这个都是生命电视大道场、佛陀教育中心要圆满的工作。所以希望各位加入这个菩萨的工作，护持这个菩萨的工作，让生命电视台把这些工作弘扬到全世界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五化基金会。小小河里会报恩。在英国爱丽丝湖畔住着一对河狸母女，他们是天生的游泳家，经常一眨眼的功夫就离开巢穴，钻进水里游了起来。宝贝，我们该回家了。妈妈，我们再玩一会儿嘛。不行，我们该回去睡一会儿，休息一下。好吧，我好想再去玩水哦。于是这只调皮的小河狸从母亲身边偷偷溜走，跳进湖里游起水来。小鲤鱼，看看我们两个谁游得比较快。哈哈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嘿嘿，今天的食物有着落了。就在这危急的时候，出来寻找孩子的河狸妈妈出现了。宝贝，小心天上的老鹰。妈妈救命啊，赶快来救我。宝贝别怕，妈妈来了。此时空中的老鹰依然虎视眈眈地看着小河狸，它在天空盘旋着，准备随时俯冲下来。宝贝，快跟我潜到水里。没有抓到。妈妈，我游不动了。可恶，他们竟然潜到水里面。这下子我要怎么抓呀？然而河狸母女离巢穴实在太远，别说小河狸了，就算是身强体壮的河狸妈妈也是需要露出水面换口气。不行，我们离巢穴太远了，如果不赶紧到水面上换气，我们母女俩会撑不到老鹰离开的。糟糕了，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淹死的。好机会。宝贝快跑啊。妈妈，妈妈，趁现在赶快回家，快。妈妈，老鹰吃掉了河狸妈妈后，又飞回了湖边，在巢穴上方的空中盘旋着，它还在打那只小河狸的主意。就在这时候，路过的动物学家劳伦斯听见老鹰发现猎物时所发出的刺耳叫声，于是他循着声音走了过去。原来是这只小家伙躲在这儿，难怪会有只老鹰在这附近徘徊。来吧，小家伙，跟我走吧。小家伙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那只老鹰是无法伤害你的。哦，你听得懂我的话呀？那我给你取个名字，叫做帕蒂。
你说好不好啊？劳伦斯为了研究爱丽丝湖的动物，他在湖堤上搭了帐篷，没想到才来没几天，就碰上了可爱的小河狸。小河狸帕蒂完全把劳伦斯当成了亲人，一有空就依偎在他身边，依依呜呜的，像是在跟他诉说着什么。咦，劳伦斯先生呢？帕蒂，我在这儿呢。怎么了？没看见我？你很害怕呀？这一天，小河狸帕蒂在湖里遇到了两只大河狸，很快的，他们便在一起玩耍了起来。喂，新来的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呀？可以吗？快来吧，来和我们一起游泳。是啊，我不能一直把帕蒂留身边，他是属于大自然的，他的朋友应该是这些河狸呀。劳伦斯先生，别走。帕蒂，他们是你的同类，你应该要和他们在一起才对。看来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帕蒂信任其他的河狸，也让他把对我的依赖转移到那些河狸身上。为了让小河狸帕蒂尽快地融入其他河狸的生活，于是劳伦斯在湖边搭建了一间小房子给帕蒂居住。帕蒂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，我会每天来看你，还会带你最喜欢吃的苹果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孤独，也可以邀请你那群河狸朋友来这里一起玩。你看，你的朋友来找你了，快去和他们一起玩吧。别难过了，我们来陪你了。是啊，和我们一起玩吧。有了其他河狸的帮助，我想帕蒂会很快适应这里的生活。就这样，小河狸帕蒂渐渐地适应野外生活，劳伦斯也不时带着他最喜欢吃的苹果来湖边看他。看来帕蒂已经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了。这天夜里，正在熟睡的劳伦斯突然被钻进帐篷里又叫又咬的小河狸给吵醒了。帕蒂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跑来了？你是要叫我起来？难道是堤坝要崩了？帕蒂是来叫我赶快离开这里。当劳伦斯跑到安全地带后，帐篷已经被湖水冲走了。谢谢你，小帕蒂，如果没有你及时来通知，现在的我已经和帐篷一起被卷入漩涡中了。Thank you.
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缘故大地震动？”尔时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主观何故大地震动？”尔时，要上观四方时，见下方界有二十亿众生从地涌出，见上方界二万五千亿众生同时而生。持诸年少见世事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出生者是何等人？”佛言：“汝等见此大众佛耶？”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已见。”佛言：“此众生出，唯汝徒伴。”问言：“世尊，此诸众生亦有死否？”佛告年少：“一切众生悉皆有死，此亦不免。”十诸年少合掌向佛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更不能忍流转生死。”佛告年少：“汝等能起大精进否？”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面见如来，耳闻如来说甘露法，见菩提萨多现大神力，见佛弟子诸声闻众集会于此。世尊，愿修精进，不能忍受生死流转。”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及五百眷属以神通力永生虚空，生出狮子、猛虎、白象，现大神通，于高山顶结跏趺坐，满二万由旬，化作十千亿日月。十诸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故世间有此光明？”尔时，世尊告诸年少：“善男子，汝等见此日月否耶？”十诸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已见。”佛告年少：“此是菩提萨多自身光明现作日月，是于众生为之说法，安乐利益一切天人，人中修行得此神通。”十诸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愿说如此光明因缘。”尔时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汝见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否？”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已见。我有少疑，欲问如来，愿佛听取。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随汝意问，当为汝说，令汝欢喜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之事，当为汝说。”要上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见如来有八万四千天子围绕恭敬，复有八万四千菩萨亦围绕恭敬，又见万二千亿诸龙围绕恭敬，复有万八千亿天神等围绕恭敬，复有二万五千亿诸恶鬼围绕。世尊，何因缘故有此众集？”尔时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在此众集为欲听法。要上，此诸众生今当被生死，今日当得住于实地，住实地已得离烦恼，得即灭佛法。”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诸众生杂业所生，如来云何尽此众生？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”要上，此
诸众生愚痴无智，不知解脱在于何处。多有年少诸众生等，今日当得法陀罗尼，得知一切法，得于实地，至实地已，能作佛事，能转法轮，欲于法语，少无上佛法，安乐众生，天龙阿修罗乾闼婆恶鬼等，闻法欢喜，皆住实地，及大法鼓，吹大法锣，此年少等勤修行故，得此实地，今所得法如十方佛。尔时五千年少众生从座而起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身为重担，大可怖畏，不知道已非道，我等犹如盲民之人，愿佛怜悯。我等劝请世尊，愿佛说法，我等身无智慧，不知法要，愿世尊为我等说法，令得远离生死之苦，所生之处愿见佛身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与诸年少众生言：汝等时已，然后为汝演说正法。是诸年少欲要上言：我不是汝，汝为是谁？色相即灭，离三恶道不？如汝身相，离诸恶法，见汝掌中七宝庄严，身服宝衣，以功德具。我不知汝是何等人，我等不虚食，亦不虚饮，以食入身，甚可增物，变成屎尿，作血肉精皮。是故我等不虚食饮，不虚一切细软衣服，不虚臂印金串珍珠璎珞庄严身具，皆所不欲，以无常故。我等亦不顾惜生命，为离恶道，我等求于法师，为安乐天人，为求善知识，不求转轮圣王，以转轮王虽主四方，不免磨灭。男女妻子不能随从，所有七宝亦不逐去，无量人众亦不随去，于四天下无复自在，一生为王，多见无常，作恶业故，多教唤地狱。七宝自在，游四天下，尽何所在？仁者，且听我等所说，速至佛所，佛观一切，引之如子。我等无父无母无兄弟亲族，一切皆无。佛为我父，如来是母。佛如日月，是人善道，于生死中能救众生，令不复生，诸烦恼何甚可怖畏。众生在中，烦恼飘溺，如来救之，令不复入。世尊怜悯，会说正法，世人无上菩提之处。我等不贪饮食，不欲世间富贵，不愿升天，不畏堕恶道，得人生矣。愿见世尊，众生短寿，流转无常，以恶业故，贪着五欲，不觉死至，知死必至，亦不怖畏，不念生灭，不知细法，不修细业，不知即灭界，无名复心，生已归死，死已复生，心亦不生厌离之想，长夜受苦鞭挞抓打，不生厌离，但起劫夺受欲服苦，五服所系本恶业故，命是欲灭，悲戚而言，谁救济我？一切悉与金银杂宝，身为奴仆，一切作使，我悉能为。王位自在，我悉不欲，不须财物，但求活命。如是仁者，我等不须饮食。诸王自在，实则上位，会归于死。天时甘露，亦归磨灭。种种百味，王所贪着，求食则无。
饮食等位，我等不虚，我等求闻正法，令得离苦，愿离爱福，诸劫烦恼，皈依世尊，愿离诸福，我等敬礼大仙世尊，为诸众生未知仁者名字何等，愿自说之。要上菩提萨多言：世界广博，众生名字宁可敬之。诸年少言：我等愿知仁者名字、甚深名字，愿为宣说。要上答言：我名要上，治众生病，药中最上。我今为汝等说，令离诸病，灭除一切世界病苦。世间贪为大病，能除灭之，称为大病。无智众生流转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痴为大病，众生受苦，皆能灭除。诸年少言：闻此妙法，离诸苦难，凡夫无智，受诸苦恼。闻此净法，离诸恶业，离恶业故，无恶道位，速见如来，救一切病，医王施药，了治众苦。仁者，速去礼敬。